北市最大规模士林夜市过去吸引不少观光客前来，随着外国旅客锐减，加上疫情双重打击，一级战区文林路也爆发骨牌式导电潮。从前士林夜市万人空巷，如今荣景已不在。今年不肖业者贩售天价水果、骰子牛，坑杀观光客事件屡爆争议，更看准外国旅客推隐藏版坑杀菜单，业者尝遍甜头，荷包赚饱饱。如今踢掉铁板，在地人批评声浪不断，也失去国人旅客消费喜爱及信任度。近日有网友再度爆料，在士林夜市里看到招牌上写玉米35块钱，结账时才惊觉，原来玉米是称重计价，一只竟要价180元，观光形象恐怕再度重创。在夜市还有个麻将可以打来。巴哈女星得知士林夜市沦为空城，感到不舍。15日周末晚间，星云商圈更乐喊找我代言啊！究竟是哪位神秘女星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嗨，师傅，我们现在怎么会来士林夜市这边啊？耶、我听说啊，哎呀，这个士林夜市的这个生意好像不怎么兴隆哎，还关了100多家，有这回事吗？哦，那我要来亲自来看一看。我今天带了我的，哎，我的大河马。眼镜蛇，师傅啊，你看一下抬头旁边那颗球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弯弓啊。那你觉得它长得像什么？它的请求弯弓啊，阿波的地球，这是市里的商标咩？它是一个新的一个地标这样子。OK， 是啊。对。哎呀，我听说啊，市里夜市的生意好像不是很好，而且关了差不多上百家，是咩？哎呀，就是他们那个士林夜市的不会请我这个富贵女士，不然闯了来夹的，我几行李也就好叫探急啊。不吃东西不会饿？不会，我先玩游戏啦。你要玩游戏？耶、yeah, ，我要先玩游戏。日前宣布荧幕还俗的横竖法师，开心带徒弟粉丝逛通化夜市、深坑老街，活络商圈经济，掀起不少话题。15日周末晚间，头戴粉红色潮帽、红色羽毛耳环，带着爱徒和粉丝来到士林夜市逛街。哎，这边打麻将，我要打麻将。沿途开直播与网友互动，乐玩麻将、吊酒瓶、钉钉子，边走边嗨唱，吸引不少路人目光。那夜市还有个麻将可以打来？对啊，怎么样，先生？Hello， 六六大顺，你看夜市还有麻将打，怎么这么好玩呢、啊？比通化夜市还刺激呢，好累啊！师傅是常跟飞哥小哥打麻将，以前啦，现在没有了。那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小哥跟飞哥打麻将的故事。小哥都喜欢在边啊插灰啦，小哥。哎呦，这边怎么呢？昨天上徐良颖的节目，好糗哦，四排就不好，就下台了。停牌了，老板。哎，好久没有打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再见了，再见。耶耶耶耶耶！老板，你知道你眼前的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很少用手。我告诉你。百年修的同床肚，千年修的共枕眠，你万年才修到我横竖法师给你打牌啊。师傅他没有认出你，你会不会很难过？啊，对呀，怎么认识我？他太年轻了，他看我的脸书，我赢了，我要来跳娃娃，耶耶耶！师傅要选什么？顽皮豹。顽皮豹为什么？我是顽皮师傅啊。祝你生意兴隆哦！谢谢，谢谢。他那个顽皮豹。女生打四下，是吧？男生敲三下，敲屏上娃娃，对面敲娃娃。喂，来，你好，一下，一个。往前推，
个木板是斜的。师傅难不难啊？再送你一次。啊，这老板。老板再送你一次。师傅加油。好紧张。眼镜蛇来挑战。贝什么？贝利清。贝利清。函数法师。对啊，我就有看新闻，有看过他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好，法师现在在这个士林夜市这边，旁边是我们的顾问丽萍姐。哦，丽萍姐是我们。好，对。我们在后面。哇，士林夜市国际观光发展协会。对。哎呀，丽萍姐啊。你好，你好。不是我说的。哎呦，我呢前段时间到那个文化夜市啊，还有真正老街，哎呦，马上人山人海，我自己来看了，这个全部叫做关门了，什么道理啊？其实士林夜市哈，它是国际观光夜市，那因为大部分都是观光客，观光客其实占的士林夜市大概有70%，那因为这次的疫情，观光客都不能进来哦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本地台湾人的话，那你不可能每天逛夜市嘛，那相对的人潮就会减少。是哦。那因为这些店家都是以前都是撑了很久的，那因为这一次的疫情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大家就先休息。我相信士林夜市会越来越好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靠观光客嘛，我们自己本国人就可以把这个市场炒起来。可以啊，这生态好了，哎呀，那就是有没有自制我们的小吃啊？有，太好吃了，太吃了，是啊，我们的甘蔗汁。等一下还可以去我们那个大南路那有一个爆浆车轮饼，哦，真的，对，很好吃，它有冰的。现在这么热的时候可以吃冰的，那个是后面比较没有的口味。真的，对，等一下可以过到大南去。好，下次怎样？下次有没有机会可以请师傅来当这个观光代言人？那没问题，等我们协会如果做好的话，绝对没问题。我们也希望师傅能帮我们振兴一下士林夜市，让士林夜市更好。好，希望我们大家都一同来努力，把我们这个观光事业帮我们。夜市啊，能够生意兴隆，我们靠国人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成功，是吗？是。Yeah！ 谢谢。